大家好，又到驾辆有牌 up 嘅时间。今集咧，我会讲下一间好多 JDM 车迷都听过，但可能你又未必会了解佢背后故事嘅一间日本汽车改装商。佢咧就系无限列镜啦。首先要讲讲本田中一郎，嗱佢咧系康达嘅创办人，亦都系无限护镜创办人本田博俊嘅父亲嚟噶。嗱，中一郎神咧喺四五十年代开始就会将一啲引擎加装到喺单车上面啦，成绩咧非常之好，生意越做越大，仲创立埋康达呢个品牌，成为咗一间皆知汉文嘅制造商。嗱，中一郎神咧曾经讲过几句名言嘅，技术是哲学的结晶，常识是要来打破的，而工作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人的。不过呢，本田中一郎的创业之路并不是一直都这么顺风顺水的，因为当时他跟公司提出了一个想法，他就说康达不应该只是顾着做电单车的，应该连汽车都要涉猎的。不过他讲完这番言论之后，竟然被公司视他为异类。不过呢，中一郎神就没有放弃，结果是怎样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不过中一郎的所说所做就令到他的大仔即是本田博俊一路都记住在心里。本田博俊出生在1942年，他跟很多男仔都一样，从小对汽车啊电单车都非常有兴趣。在1964年的时候，康达就刚刚推出了一部 S600，就已经被22岁的本田博俊入手改造了，就看得出他除了对改车、赛车很有热诚之外，他对意大利的设计都很喜欢。有一次他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就参观过不同的汽车厂商，也都因为这样认识到 Enzo Ferrari。 其后本田博俊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跟川本顺儿在1973年一起创立了无限护镜。护镜就是作为这个康达性能的代表，字面的解释就是对赛车运动有一个无限的追求，破除限制。而当时刚刚创业的护镜只是帮助康达制造一些越野电单车的零件。在一篇访问里面，本田博俊就曾经讲过，父亲一直坚持信念，亦都教导过我应该是追随着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加入康达去继承家业的。为什么中一郎先生会有这样的意见呢？因为他见证过很多家族企业被仔女接手了之后开始没落，他觉得这样是不能够令到一间公司会有好的发展。据闻中一郎曾经觉得用本田这个名字来去命名为自己公司的名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随着康达的规模越来越大，护镜的规模也都跟着大，由电单车的零件去到制造赛车的引擎。护镜第一个赛车引擎就是基于第一代 Civic EB1 的 engine 而开发出来的 MF318 赛车专用 engine。 但它的赛车产品的质素好，所以护镜就开始受到更加多人的注意，它就开始逐渐将一些赛事用的零件发售给普罗大众。在1980年的时候，护镜就将厂房改建，对于他们的生产方面有一个很大的进展，能够将一些单件的生产变成为量产的。下一年还引进了一部可以对应400匹马力的测试机，还帮了 Super Civic One Mac Racing 提供技术和零件的支援。他这样做都希望可以累积更加多的经验，打好更加多的赛车基础。不过可惜在1983年的时候，护镜就曾经备受质疑，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一部 Honda City Turbo 版本，这部 City 的护镜版的样子都真的挺样衰。虽然护镜有一些负面消息出现，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用了一年就已经挽回了车迷的信心。1984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一部 CRX 的护镜版，当中就包括了一些车身的包围、一些引擎的零件、避震的零件，还有还推出了一套铃，就是护镜的 CF48。 据称这套铃可以帮助到 Brickley 的散热，总之 option 加这个铃琴，据称可以说减少阻力，它是80年代护镜的巅峰之作，
評價咧仲係五星星咁好嘅。當時候呢套拎一出咧，大班人都爭住買，就算到依家個價都仲係好硬淨嘅。嗱，不過無驚咧冇因為咁咧而沾沾自喜。喺1992年嘅時候咧，佢發布咗兩項評價都好高嘅新作。第一個咧就係無驚 NSX 嘅 prototype 啦。雖然最後咧因為成本冇正式生產，但係無驚咧都有將呢個 prototype 嘅大部分所用到嘅性能設備啊，或者係啲包圍裝飾咧推出市面嘅。第二個亦都係廠房新成立嘅原因啦，因為咧無驚第一副 F1 嘅賽車引擎咧就喺呢個時候生產㗎啦。呢副引擎生產咗之後咧，輾轉之間咧就俾幾個車隊咧都用過嘅，評價咧都非常之唔錯嘅。嗱，無驚咧除咗生產汽車零件之外咧，佢仲生產過好多唔同嘅產品嘅一啲小精品啊都有嘅，例如係收納箱啊、貼紙啊、衣物啊等等啦。嗱，佢咁做咧，無非都係想擴大品牌嘅影響力，同埋咧都希望可以降低少少門檻，俾一啲就算冇車嘅無驚 fans 咧都可以入呢個品牌世界啊嘛。咁講到無驚嘅影響力咧，可以話係世界級，連香港呢個小小嘅地方咧都冇得避免嘅。咁喺1980年代咧，就正正係無驚進入香港嘅年代啦。嗱，好多地方咧都見到佢嘅身影嘅。如果各位咧係1980年代嘅話咧，以往總會去一下啲模型鋪度打等噶嘛，咁總會見到好幾部無驚嘅模型車嘅。咁另外咧，譬如你去啲女人街啊、鴨苗街啊，你都會見到啲無驚 T 恤嘅蹤影噶。不過咧，可能當時候知識產權咧比較薄弱，所以你見親啲 T 恤咧，大部分咧都係老翻嚟嘅。睇到呢度都一定係無驚嘅粉絲啦，但係你中意嘅程度一定唔會夠我呢位朋友咁中意，因為佢連無驚呢個名字都加埋入去身份證度啊。我中文名叫阿黎，但係通常啲人都叫我無驚。我哋細個嘅年代呢個牌子其實都幾入腦嘅，佢係來自一盒百幾年嘅思域模型咯，嗰架叫大電視嘅思域。咁啊，全車都拉咗無限花噶咯，基本上間間模型鋪都有入貨，嗰陣時係好普通嘅，成日會去模型鋪買模型啦，咁啊又會睇澳門賽車啦，咁都好多時候都會見到呢個品牌嘅出現。喺2003年咧，無驚咧就發生咗一單好重要嘅事件，程度咧仲影響埋成間公司嘅命運啦。事緣啊，日本嘅檢察官咧拘捕咗本田博俊，咁控告佢咧涉嫌逃避10亿日元嘅法人税，係10亿日元，懷疑無驚咧通過咗機器嘅租借啦，甚至乎一啲虛構嘅交易，將資金咧轉移到一間叫做 MG 嘅公司嚟去隱瞞呢個收入嘅。咁事件發生咗之後啦，間接咧令到無驚咧就暫停營業。不過咧後嚟無驚咧就重新洗牌，喺2004年嘅時候咧用 MTech 呢個名義重組啊，咁而無驚嘅所有業務咧亦都轉移到 MTech 嗰度啦。最後本田博俊咧喺2006年嘅時候咧就判無罪釋放。無驚由品牌創立到依家都推出過好多唔同嘅康膽無驚版嘅，由好出名嘅 Civic Type R 啊、CRX 啊、S2000 啊，去到啲七人家庭車啊，譬如啲 Odyssey 啊、Stepwagon 啊、CRV 啊，甚至乎係啲細嘅車仔 Fit 啊、M-Boss 啊、M1 啊，幾乎任何類型嘅康膽車都會推出無驚版嘅。無驚除咗近年咧喺一啲日本嘅 Super Formula 同埋 Super GT 嘅賽事提供一啲技術嘅支援嘅。佢咁做咧，無非都係想喺啲唔同類型嘅賽事咧，物色一啲有潛能嘅車手，咁啊幫日本咧製造更加多嘅第一名嘅。睇到呢度，相信各位對無驚咧有更加深入嘅了解噶啦。嗱，如果仲有啲咩牌子想我哋 up 嘅話咧，不妨喺下面留言講低。我哋下集隔兩有排 up， 再見，拜拜。刚才条片是不是很好看呢？是我们的团队很用心去制作的。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 YouTube 最近多了个 Super Fans 功能，在 Like 键旁边有个心心，按进去可以揀选支持我们的金额，再按照指示就完成了。你们的小小支持可以令到我们走得更远，拍更多好的影片给大家看。多谢大家。